大家好，我是莎莎，今天是10月29日，我现在在百德新街和怡和街交界，见到麦当劳有个宣传牌是伊人和姜涛的打卡位。现在我拍下跟大家分享，希望大家喜欢。这条片我们分享住这么多先，离开前请记得给个 like 和订阅我频道，拜拜。